知影啦，你真用心嘛，真拍拼，想要做一个好媳妇，我拢有看在眼内，你着莫生气啊，跟我回去好不？哎呀，是啦，佳佳，你着莫阁客气啊！啊，恁翁哦，都已经亲身来接你啊，你讲你生性地，互恁翁下面煮呢？是啦，啊，你唔是讲吼，迄个家代志拢是俊生在处理的，哎，拢遮尔啊无用啊！你做人的太太也共体谅者啦，等伊厝内底安顿好吼，做人的好牵手，哎，你阿母感情唔只较好。好啦，啊，阮爸拢平讲话啊，我今麦落去收物件，甲你做台。哎，妹，哦，你遐哦无几领衫啦，我替你看就好啊。啊，你伫咧遮哦，甲恁爸加开讲者，哈。啊对啦，恁哥就两天有去宜兰哦，炸一挂蛋落顿来。我提给你哦，等我一下。我叫爸。对，我也无想到，叫人的手头有几块地，之前听姐姐讲过，其中有一块地在伫游综合病院附近。即届我甲游副院长合作开发养生健检度假中心，拄好欠土地啊。你即摆咧想走转来哦，转去都爱较乖咧，爱知影要找代志做，啊唔通个你走转来啊吼，啊无准生歹做人咧。爸，我知道啦。啊，不过我干那会晓踅街，啊，搁去啉下午茶。啊，第一个搞，我真正唔知我家己要创啥呢。爸，我了解佳佳想怎伫咧阮厝内底遐尼无聊啊，迄是因为伊的生活无目标啦。阮国家每一个人，除了工课就是工课，啊，做伙时阵讲的嘛是生理上的代志，所以佳佳现在无虾米话好讲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是我们爸的小公主，我也没出去上班过啊。你说的那什么投资风险，我真的都不知道呢。你放心，我现在手头刚好有一个机会，我认为真适合你。你是说要我去公司上班哦？你说不怕说我会做不好？你别烦恼啦，这没什么困难，我会在你边上协助你。啊，俊生啊，啊是啥物款的头路啊？是安尼啦，爸，我是咧想讲，看是毋是会当发展饭店的业务啦，啊，结合这医疗饭店，也佮有游览观光这三方面，做一个养生健检度假中心。啊，对啦，爸，啊你毋是有几块地？我认为若是会当摕一块适合的土地，挂佳佳的名，用一块土地啊来做养生中心。啊！你姐姐唔有代志通做，甲阮爸妈嘛会当有更加侪话讲啊。啊，唔对哦，啊姐姐拢已经嫁出去啊，而且顺风这边嘛有开三十派股份，互姐姐做嫁妆啊。啊，照你来讲，姐姐唔免做代志，自然就有钱，会立立地啊，伊也唔免这么辛苦啊。搁再讲，恁哥哥唔是真有钱。啊！竟然又叫佳佳回来后头厝讨土地，安尼金发唔就是嫁一届查某囝，就爱叫恁放两顶被？无啦，我这只是开一个头尔。啊，我是认为讲这个开发案一定会真受欢迎啦。我是单纯希望佳佳会当关心阮国家的生活。啊，若讲这投资的内容要够利润，我是绝对袂亏待佳佳的。我嘛是感觉唔对诶，啊佳佳若是感觉无聊，伊会当去甲遐个贵夫人学啥物插花啦，啊是讲去啉下午茶。啊，敢有一定爱为着恁国家的事业，叫金发送土地给恁啊？阿公，是的啦，啊我都唔是做生理的料啊，啊我若是想要有工课做，我早就叫阮爸伫咧顺丰替我安插今日的位来做就好啊。我知影你的想法足好诶，啊，只是若是经营无好，阮爸会了钱搁了土地，安尼足袂好诶咧。佳佳，我是真正希望咱有其他话题，会当做伙讲、做伙讨论、做伙参详。老公，免个，若是讲着工课哦，我着足爱困诶。时间已经这么晚了，咱哦，今仔去休困，有啥物代志哦，以后再搁讲。